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派伟俊 Patrick Braska， 现在是 What's in my bag？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游戏，叫做 Apex， 他们所送我的一个包包。今天呢，带了一个我专辑的吉祥物，它的名字叫做 Rumi， 跟着我一起去跑通告，因为最近宣传期需要一个陪伴的一个角色，就像这张专辑里面制造它来陪伴大家。这是我个人第二张创作专辑 Holiday 去你的假日，而且它里面还有一个地图。它可以在背面呢涂鸦一个你自己颜色版本的 Rumi 哦，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创造力，然后在上面涂鸦，然后记得传给我看。另一个小包包很好用的行动电源，钱包就是耳机，听音乐对一个创作者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，不断的听音乐才可以一直进步，好不好？里面还有一个东西，就是这次专辑所赠送的一个眼罩，它是一个 P， 然后一个 B。新专辑的周边没有装法的时候，我都很爱戴帽子。帽子是我日常必备的东西。如果你们喜欢 What's in my bag 呢，记得去看我的专访哦。